这算配驾车。哦，配驾过来了。对，也没调颜色，专门调这个颜色。个性，俺西米，俺就亮亮，都是这颜色。说这个颜色，哎呦，那天来说俺商量，我说这颜色，俺俩搁这讨论这颜色有红色了，好猛。当时说是海报色嘛，海报宣传就是这个颜色嘛。这边叶子板换了。啊，就那个一个叶子板。啊，今天来西米看一台奔驰 A200。当时叶子板刻的狠不狠？有不狠？有照片应该。它其实是个划痕，然后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当时直接交给四 S 店，直接交给四 S 店弄了。对，这1.3了，开着可省油吧？开着省油，去郑州估计是5点多个。你买这腾势落地多少钱？啊？落地多少钱？腾势？腾势44.5万。44.5万。等于说是裸车嘛？啊，那基本上它没购置税嘛？这车还没收过来。这个我说腾势也没买过，腾势啊可火呀，我看那车也出了一款，那叫啥，红旗也有一款，也跟这差不多，但前天看了一个，他当时对比是蓝图嘛，啊，蓝图跟腾势，最后选这个腾势。哦，这个门也补了，门不齐嘛，当时我跟你说了嘛，不齐。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，跑了49000，内饰看着可行，亮屏。这奔驰的内饰是可以啊，看着你它车机系统包括内饰都可以。这主要是车有点小，我一开后边没法坐人。当时是你买这颜色还是嫂子要这颜色？这算配驾车。配驾过来了。对，也没调颜色，专门调这个颜色。当时说是海报色，好看，个性。俺西米，俺就亮亮，都是这颜色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它不好卖呀、啊。你想，一个西米才有这亮，你要是卖的话，你想想。假如说二手车，你整个新米人买二手车就有俩人想买这样。但是新米这个车型也不多 ，A 是吧？哦，这后排空间还可以，没有说有点小，女代步那个代步上下班啊，肯定可方便。车主是谁？车主就是我那人发行证的那个，我公司货。啊、哦，你说咱弄个这样都可以啊？那弄个这样凑这一手。这都是当时四 S 店的时候，手续俺都没动过。那个腾势第九不是有置换补贴吗？啊，你到时候你要那个交一票啥？交一票，帮忙还得给我赔一下。没问题。还有那个，他包括尤其是那个铝本，腾势不是对那个奔驰和比亚迪车主有补贴吗？嗯，就奔驰、比亚迪有。对，别了吗？他不是奔驰跟比亚迪合资的车吗？你有别了吗？别有，别是5000，奔驰、比亚迪是8000。这特殊照顾了、有这政策，所以就给这车置换了嘛。13.6万吧，哥，不用钱吃饭，我还有事儿。不是，对，来时候都说了，确实俺这车开都比较爱心，你也看了是不是？因为那天闲着没事干，你跟我说，我一诧异，我说换叶子板了，我说13.6万。换叶子板确实我也忘了，因为当时我只知道当时他。碰住啊，蹭住了，因为换表。刚开始的时候换表我知道。那刚开始你跟我说就换个表，我说14，扔我、我说我一查记录，我说13.6万，扔那天主要是确实没事，俺俩坐车里头，我说来买个车吧。俺西米问了也是13.8万，只不过是当时我关注你视频可长时间了，肯定不止13.8万，我感觉。包括你不行，我这样给你打电话。这不是当时第刚开始跟你先联系吗？以前也关注你也可长时间了。啊，一看，然后，这咱是个网红加光面。那主播哥，咱签合同吗？我给那个啊，行呀，那个我给写合同，13.8万。好。